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众神的考验，年八答对，好、哦，年八答对，哦，基本上有些玩家对这个队伍的使用的一个那个状态可能是不太熟悉，所以做了一个算是教学的示范，哦，运用这一队主要是用年兽搭配妲己这个倍率去提高的，哦，哦，但是这时候记得千万不要直接转租，哦，记得要运用一个技巧。两个字，叠珠，叠珠哈、哦，来为大家示范哈。靠！好，刚刚是属于一个把自己叠珠很漂亮的把它做掉的状况，哦，再来这个一次哈。哦，第二回合就要开了。哦，第二位就要开了。哦，刚才是属于一个手蛮惨的状况哦，不过我们还是做出了一个蛮弱的一个叠珠哦。哦，啊，这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哈，我们做了八 combo 天降十 combo 哈、哦，有两次天降的机会哦。重点哦，不要小看天降，有两次天降的机会。哦，刚刚第一次我们做了八 combo。哦，然后掉两康，哦，所以变十 combo。好、哦，开启天雷战场，天秤，这个铁处女，哦，妲己开下去就是金亮牌了哈、哦。哦，目前看台面上这个猪的分配是非常的一个不漂亮的状况。好、哦，可以看到攻击力，1200万一只嘛，我们有4只光的哈、哦，大概这个4800万，哦，平均我来用的话，基本这个攻击力大概，如果台面上一颗光柱都没有，大概还可以到2000多万以上，哦，以上是这个年八打对年兽的一个使用方式的示范，哦，给大家参考。哦，刚刚第二次好像没天降了，哦，不过攻击力的4000多万也还算不错，哦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